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包广泽，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，后来在学校呢，工作了十几年，主要从事优生遗传方面的一些工作，后来呢自主择业，就经营自己的那个医疗器械公司，主要是给医院心血管外科提供一些产品，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。像我们这种有医学背景的人呢，可能，在接受这个结石方面呢，可能还是更顽固一些。我呢是16年，就朋友，简单的相信嘛，就加入了结石，但是因为没有好好的了解，也没怎么用。后来呢是在2018年那个国庆节，在碰到了杨丽丽杨总和刘翔刘钻石，他们给我详细介绍了杰斯公司和杰斯公司的产品，那么他们也真诚地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故事，都是拒绝了几年，用了几年，现在开始分享，在他们身上就是各种。好几种那个不呃那个身体健康问题都得到了改善，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就是一个保健品嘛，怎么会对这些各种不同的健康问题都会有改善呢？那么我就因为他们分享的也比较真诚，我就说我试一下，因为我现在今年也56了，就是。亚健康问题肯定是有，但最明显的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是那个遗传性的高血压，我吃高血压药呢吃了7、8年了，每天一颗，因为大家知道这种药物呢对肝肾功能都会有影响，那么基本上每2年呢我要换一种药。后来我就从10月2号开始使用杰斯产品，后来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，高血压药就没有了，我也没去买，但是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停了药以后，我每天在量我的血压，就跟吃那个高血压药那个血压水平控制差不多。后来我听从他们的建议，又增加了一袋配全。这样的情况下呢，结果我的血压水平控制得更好，这个是一个比较打动我的地方，这个是我亲身的那个一个体验。那么呢，在这个途中呢，因为我的小孩，我儿子当年是18年，只是24岁，他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尿酸一直很比较偏高，500多，两三年的时间，我找了很多办法。他那个尿酸也降不下来，因为他可能年轻嘛，可能还没有达到那种痛风的那种症状。但是呢，尿酸就是高，每年单位体检都是高。然后我就让他跟我一块吃，我跟他说试一试这个据说呢是，对各种健康问题都会有改善。结果呢，才2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单位体检，他的尿酸就降到了400零几。那么现在就在控制在400以内了，就这么快速，这下我一下就兴奋起来了，就对这个产品产生了这个兴趣，再加上后来那段时间刚好也接触到那个猫姐和黄博士，尤其是黄博士跟我讲了这个杰斯公司产品的一个原理，那么我对。这个产品呢，因为我以前也是搞科研的嘛，也看很多文献，看很多，产品介绍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分享给我周边很多有身体健康问题的朋友，因为他们也比较相信我。结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就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感谢。这期间呢，确实有不同症状的朋友，比如说失眠的、
长期失眠的、长期胃病，尤其是那个萎缩性胃炎大家知道是胃病里面很难治愈的一个病，二三十年的，还有呢，长期的过敏性体质，包括幽门螺旋杆菌，还有癌症病人。那个化疗期间的一些改善，这个太多了，就是例子。这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，就很多很多不同情况那个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这个呢，很多朋友呢可能在用杰斯的就都有体会，包括糖尿病啊、高血压啊，这些就不说了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再给大家讲两个对我来讲比较震撼的例子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很亲有一个很亲很亲的人，他呢是在高考结束以后呢，到成都来，他妈妈带着他到成都来找我，给他联系华西看病，因为我以前是在华西附二院嘛，结果诊断出来他就是那个。患了一种叫多囊卵巢综合征，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疾病不是太了解，它主要是呢，体内卵泡发育不成熟，激素水平失调，主要的那个表现呢就是年轻女孩不来例假，还有呢发胖，那么。医院呢给的那个治疗方案呢，就是用激素和避孕药。用了以后呢，可能例假就会来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就是长期的使用激素以后呢，身体会发胖，甚至会糖尿病来了。然后在大一的时候，他坚持了一年，当然中间呢也用了很多。中药啊，这些一块治疗很痛苦。后来过了一年，他干脆就放弃了。那么到今年呢，实际上已经5、6年了，他就没管这个事情。我是在去年的6、7、6月份左右，6、7月份左右，我查到一篇文献，就。百藜芦醇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改善，那我就发给他，发给他说他试一试，因为是我很亲很亲的人，他就试一试。我很清楚的记得，他开始用产品的时候是19年的7月26号，啊，今天也是7月26号，刚刚到今天为止刚刚一年，到8月26号。刚好一个月的时候，他例假就来了，结果很激动的给我打电话，说这个产品太有效了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也把我也震惊了。那我就想，我说这个是纯天然的产品，没有任何副作用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的，好好的按我讲的。那个方法来服用，他说好，我就想这是一个月一次嘛，可能还不能说明情况。结果10月份的时候又打电话来了，但是虽然就是推迟了两三天，但是也来了。那么到今年来讲的话，刚好一年时间。虽然呢，他那个例假来的那个时间呢，可能有点波动，但是像这样。能够通过这种纯天然的产品，能够得到让他这种顽疾能够得到改善的话，我很欣慰的。就为此呢，我80多岁的老母亲微信里面专门给我发了一条很长很长的那个话，大体意思呢就是我解决了他们全家人一个思想压力。
说起来的话，真的是让我特别感动。像这样在医院里面都没法很好的那个医治的这种疾病的话，就结石产品就让他能够得到那么大的改善，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去年的12月初，我接到一个伙伴，也是结石伙伴，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赶快跟她老公的姐夫联系一下做手术。我说什么手术？他说肺癌。后来我就让把他安排到那个华西医院的一个分院，第二天就住院了。住院以后呢，因为在医院呢，不同的医院呢，他要再次进行检查以后，手术之前要再次进行检查。那12月10号的时候，接到他电话，看到他微信发了2张图片。第一张图片呢是在重庆的一家，也是很有名的一家三甲医院做的胸部的一个 CT 检查，那么显示他是右肺有2个包块，一个包块呢是1.6公分，另外一个包块呢是0.6公分，显示的是实心结节。不规则性的实心结节，这个是有点很典型的那种肺癌的那种包块。然后医院的批注是尽快安排手术治疗。第二份报告呢是12月10号刚刚出来，就在华西这边做的检查，显示的是它一个大的那个包块呢只有0.6了。1.4变成0.6，最开始大包块是1.4公分，变成0.6，然后小包块呢0.6变成0.4。他说：“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？”弄得我也很纳闷。我说：“我知道百利禄醇呢，对结石产品对肿瘤来讲呢，会是有抑制作用，抑制它的生长，抑制它的转移。但是呢。”这么快的这种效果，实际上就是从他检查到差不多也是到再次检查，差不多就3个星期嘛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他们途中吃了什么药没有？我朋友说没有，就只是呢我不断的在推这个结石产品配全给他用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我只是跟他说很好很好，对他有用。他后来就吃了差不多2个多星期。之前呢也没有，在医院检查期间呢也没有用任何措施，就这样了。这情况下，3周时间就包块缩小了一半。后来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可能是炎性的一个包块。后来我就叫他把那个报告拿给主任看，结果主任呢，跟他们说不用做手术了，可以出院了。主任他们也觉得这个是炎性包块，后来就问他，你们吃了什么东西？他们后来把配全拿出来，这个主任呢虽然对配全不是了解。但是他很睿智，他就说，如果这个产品对你有用的话，你可以继续用。他们问出院要不要开什么药，后来医院就说不用开，就回去继续用这个。为此呢，这个他姐夫他们出来以后也加了个大单。很欣慰的是，今年的1月13号，他们又再次复查。大的那个包块已经变成了0.4，从0.6又变成了0.4。小的那个包块，那个两份呢，就是医院的出色的报告，就上面写跟上次检查未见这个小包块，就说明百利禄醇这个
东西对抗炎功能太强大了。当然，我的例子太多太多，就这么一年多不到2年的时间，周围很多朋友的那个健康问题，不同的健康问题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改善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是说明这个杰斯产品的一个功能性的强大。实际上，我再仔细想一下呢，现在就是跟我们国内就是分类的一个营养保健品，叫医用性功能性食品，实际上就是应该归在这里面。就是说，这些的功能性食品，它有医用性的那个功能。就跟我们传统用的一些普通的保健品，就是补充，纯粹的，膳食补充那种，比如说钙片啊、维生素啊，这个还不一样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就是针对不同的人，哪怕自己同一个人，他的不同的健康问题都会得到改善的。我的体会是这样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经常在讲。人是由细胞构成的，细胞生病了，人会才会得病。那么杰斯产品呢？它主要是使人体排毒、抗氧化、抗自由基，这个我们大家知道。它主要是实际上最终的功能是让身体、让细胞各方面都达到一个平衡。平衡了以后呢，它就可以让。一普通的细胞呢就可以达到修复，如果是有问题比较大的，它就自然就死亡。当然了，还有产品促进干细胞的一个释放，那么这样人体里面呢达到一个良性循环，就是排毒以后呢对细胞进行修复，然后再激活细胞再生功能，这样呢让自体。抗御自体自愈功能得到强大，就是靠自己的细胞、自己的正常细胞再出来工作，这样呢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问题。当然了，就像刚才朱建老师讲的呀，我们可以正常的细胞多了，那么也可以预防疾病，也可以延缓衰老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让我们体内的，比如说营养也好，免疫力也好，激素水平也好，都达到一个平衡。第二个呢，它因为这个产品都是复方产品，我们中医理论来讲的话，就是复方，任何东西呢，作为复方来讲的话，它的功能性更强一些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体会也比较深的，因为我也是因为为了了解。杰斯公司产品和杰斯公司的那个制度啊，就像蔡总一样的，我也参加了2次杰斯大学，也接触了不同的人，但在杰斯大学呢，也见到了研发团队，所以给我体会很深的。这个研发团队呢，包括到现在疫情期间呢，也经常在 Zoom 上面给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它产品的原理啊这些，那么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。我们自己用的产品，我们自己用的配权也好，AMPM 也好，或者外用产品也好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哪位科学家研发的，哪个科学团队研发的，它研发的原理是什么？就不像我们其他用的其他药物也好，保健品也好，我们知道是哪个公司生产的。不知道其原理，这样呢，我们就用起来就更很放心。所以呢，产品来讲的话，很强大。那么，在这一年多时间，我帮朋友健康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，收到很多收获的同时呢，也见证了就杰斯公司里面成功的人士，比如说。当年的那个杨总，我见到的时候是红宝，现在呢，是蓝宝。那么刘
刘姐呢，当年是绿宝，后来变成了钻石，因为这个各种拼接呢，当然代表它的不同的收入，所以呢，杰斯公司的产品，它是自己公司的产品，那么它的那个平台呢，也是自己的平台，就像刚才朱江老师讲的一样，它是六网合一的，你分享起来很简单。针对不同的人，你需要健康的，你分享健康给他；需要，那个创业的一个平台的，你就可以分享这个商机给他。因为这个，一个呢是分享起来简单，第二个它这个模式很容易复制。所以呢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呢，就唯一一个就是分享、分享、再分享。把我们遇到的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自己的伙伴们，就像我现在我跟我朋友讲的呀，我现在是不能做任何事情，不能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时间，最后办完事以后呢，再怎么样，我最终要回到节子上来跟他们分享一下。所以，网上的那个朋友们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体验杰斯，希望尽快的加入进来，跟你的那个推荐人联系。需要了解产品的，需要了解商业模式的，尽快跟推荐人联系。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，很好的一个商机。我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，谢谢大家。Jeunesse, we are redefining youth.